来，我们继续下一只哦。上一集讲秋水嘛，讲个 BC。我们现在钻石多少颗啊？应该可以饱凑一顿的吧。啊你啊喂，是机器游戏嘛？假佛心哦、啊，能干小料吗？啊你啊喂，即马就是在搞我迄落就对啊。黑鲁加，啊，我先搞，我先介绍完再抽了好不好？我们不要全部捡都抽完，然后再介绍。这样有点太快了。好，所以我得慢慢来，借太多，借太多，这才是比赛的态度啊！所以继续冒险了。我现在是卡在这里啊，雷跟火是不是？啊，雷跟火，欸，那我宁愿用雷上来，看一下雷击灯，13、11，那如果火嘞，那当然是火啊，等一下啊。龟冠中我有点怕会打输，但是我愿意尝试看看，所以就算了啦吼。哎，哎，火泥哇，惨了，到底在创啥货？哦，原来可以存档，吓死我！我想他重玩的，Q 版 Q 版，输了我可能会自己再刷吧。啊好，我还崩溃哇！啊，原来我现在程度在这边而已啊。好啦，各位啊，我自己试一下去练等了。那今天主要就是给你们看一下他上场的样子。